大家好，我是李永恩，今天我要讲的 topic 是电脑行业为什么请不到人才。首先呢，我们电脑行业要请人的定义是，他要会技术及销售两个兼体。为什么请不到人才有四个 point， 第一个就是钱，第二个是技术，第三样是兴趣及温资，这个四个点。因为可以说是我们这一行呢是由每一个小配件组装成一家电脑，然后它本来的利润率是很高，大概是低于4%，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些员工呢，他们需要每一天自我更新及那个新的趋势跟新产品的来临，然后就是解决方案是我们提供培训奖励机制，升了些是入白店，然后让他们有成就感，就是说在组装新的配件，跟可能就是说如果是有更好的员工，我会进行一个互补分配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你，这样子，我们会有。